你的直觉嘛，你配合一叫哦，你按那叫不出来，我就弄个，弄不了的再调下调高位。一条年轻生命28岁，在我们的眼前算两个结束了。我们看到这样子，我们有没有学到什么？好，那么教官我在第一线的时候，我得这件事，你得说，万一你处理，你处理，我看到的叫悲剧。但是我处理到最后，我看到的叫数据，它不是悲剧。转过来，慢慢的细。好，在座我问教官问你们简单的问题：专台湾不管你去倒一个县市，住倒一间饭店，这个饭店老板伫内底住宿，遐食会甲你讲无？讲了你唔敢困啊，对无？但迄内底死一个人，伊还过来无？警察知无？所以警察知，就是你唔知，我袂使讲。因为我去注意，我知影无？我连北京都是经过了知嘛，对无？好，在座的各位，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：恁伫路看到车祸，恁拢举手举脚，一直哭，一直救。这个去救人是啥物人？是毋是警察较少？警察较少，爬起你头一个工作就是要救嘛。哎，我连咱门救袂开，各位车祸弄到车会变形无？门会开无？所以十件车祸只有八件门救袂开，变形嘛。今仔即嘛更恐怖嘛，弄到车就变形了，对无？好。门若救袂开，这人有可能对门夹出来无？再来第二个化学安全带吹死，足侪人驶车驶到今日，阁毋知影安全带会吹死，车祸落落迄个时安全带会吹死。你这个安全带若连连，你伫高速公路上会飞出去，对无？好，各位，你甲想象哦，车门咧拍袂开，安全带阁吹掉的，这台车若漏油阁倒火，这人有命无？所以我拢提醒有赛车啊，会记得用扶手箱，穿一支夹刀，还是穿一支美工刀，必条你爱挂掉，你才有走的机会，对不？做一人唔知，你袂使怪伊，等到落地要来知，是毋是？等下伊知就袂有啊，你条命无去啊！咱大家咧存电视咧看新闻，讲高速公路有一台火烧车，驾驶座有一具焦尸，故意足简单，你用简单的逻辑，你可以想看卖。一个人为着这条性命，我相信你爬到无正界都爬出去啦。伊哪有可能要坐伊阿个维修？代表伊是毋是咧车门百袂开？你是安怎好出事的？所以，待会教官会跟各位讲很多。我相信我常在做讲一讲哦。咱台湾人即马薪水上不去，咱的血压下不来。台湾人歹价好骗，爱钱惊死，你知道吗？台湾人即马存两亿，倒两亿。一支遥控器一直存，一支嘴一直叫，存这两支啊！你逐天咧存新闻咧看电视，是安怎发你看安尼？台视竞争、地路竞争、精神病安尼发你看无多。你台湾台一只狗都有多啊，台一只猫都有多啊。好，那么我们速度快一点的吼，台湾人教官的课哦，大家都跟我讲，我说觉得太短。好，那么我等一下给各位看哦，我给各位看一些很震撼的。这件发生伫周年尔，今日拜六，周年拜四，伫底，伫山顶吼。熊熊大火烈焰冲天火势相当猛烈，汽车已全面陷入火海。永锦拿着灭火器，独自一人靠近想灭火，但两只都喷光光了，火还是很大，只好先封。我们看那个新闻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永锦拿了两只灭火器转回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看呢？我给各位看到，这个是去年发生的。继续锁定 TVBS， 我是吴彩燕。首先关心的是，在高雄今天清晨发生了死亡火警，一家五口命丧火窟。屋主呢是高一的前院长赖文德。今天早上7点多，这个透天厝的2楼突然起火，他和太太是先在3楼被救出来，可是呢住在4楼的女婿一家人受困在火场。消防队找到人的时候，发现这对夫妻他们是用身体把3个小孩紧紧的抱在一起，分别是2岁、4岁，还有5岁的儿子，缩在卧室的角落。本来是想用身体保护小孩，但是5个人最后全部罹难。这件，咱看到这件，咱的感受是啥？一栋楼，2楼维修，院长呢住3楼，查某囝囝婿3个孙啊5个住4楼，困到半暝醒起来，规片拢火，就要对楼下落去对无？楼下是规拢火，
一般人看了违规，他有没有反射动作？他就往哪里？OK， 往上。要不然跟各位讲哦，往上，烟跟热是往上的，烟跟热是往上的。我这边讲你很有注意，就只会想从哪招你变瘦毕业，大部分拢清楚招的。好，那我们用很实际的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我们用什么问方法？我两个评估工北跨我们拢无搞，爱吹牛啊，造谣。哦，各位，苹果的创办人贾伯斯五十几岁得胰脏癌，一等你选存4500多亿。各位，玉龙的严凯泰有无？一等你选存4000亿。今日全世界有人发明一个药啊，食会好，你敢问严凯泰要买无？绝对甲你买。哦，我定看北跨有无搞，爱有药啊。啊，有一个物件，你全世界卖百外国家，卖到今日，你阁有捌看到有广告？迄个物件叫威尔甘，威尔甘拢新闻甲报，拢毋捌广告。一粒蓝色小药丸拢新闻甲报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们，台湾人咧对农药广告一支五万，叫做方便啊？食到今日，阵人不能因点个国旗，咱无点。钱绝对毋是问题，我爱是效果。好，那么这块一开始先提醒各位哦。我想我有两个东西拿到金牌，那我简单的让各位能够有一个理解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有口罩对吧？这规盒的一盒五十。各位，教官跟各位提醒哦，台湾跟其他国家不一样，各国甚至讲连加油站的员工。民前的三度要求，我们现在台湾的民众，我们穿的衣服聚酯纤维占很高，我们的夏天要穿凉感衣，我们冬天穿发热衣。各位，聚酯纤维你家都得修，说话了，就说完了吧？一尾明天回头看回。好，那么八仙城堡的讲，八仙城堡回头看回。好，那么很简单的，交给各位看呢。好，这个就是类似我刚讲的聚酯纤维的材质。你现在看这个火哦，如果一般的口罩就是聚酯纤维讲的，只要它接触到热，就怎样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？哦，只要它接触到热，就像塑胶的话，随破裂啊，随粘破来。好，我再给你看一个口罩哈，新的这样子，它只要接触到热，哇，像塑胶的话是吧？好，那么我去年我在法国巴黎拿金牌的时候，巴黎烧掉一间叫圣母院，各位有没有印象？结果巴黎人看到我的东西烂烂的。啊，这个口罩我拿一个，我喷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够了。这一点点，我只喷一个面，它会渗透过去。好，各位，刚刚的口罩，这个膜在这里，怎么烧？连这个橡皮筋哈，手链。怎么烧不起来？这个可以放在这里烧10分钟了。好 ，OK， 我就让你用眼睛看到。好，那我现在问在座的各位，你哪在睡的时阵，睡起来规个厝拢火，你把你领领袖背凉被安尼抓着，甲披伫身躯，安尼10分钟，这树叶上嫩哦。树林上油哦，伫火遮呢。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这样。够不够你逃生？我告你走，这条命够我条无 ？OK。要不然简单跟各位讲一下哈、哦。有时候我看了很多的悲剧，看得很难过。我们能帮什么？我先给各位看一句话哈，这个位，人不怕怎么样，
赚得少，只怕怎么样，走得早。然后等你讲啊，这拢无意义啊。好，那么教官，我在法国巴黎拿到金牌。那么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这里秀一下哈。这一张是蔡总统给我的贺电，总统贺电啊，108年，我在法国。这张是苹果日报啊，这里讲我是全台湾第一个拿到法国巴黎发明展首长特别奖。有37个国家，有552位参赛，大会最大的奖是我拿回来的。那么我一回到台湾呢，有一家电视台找我啊、哦，我待会要给各位看啊，这个是苹果日报，这是苹果日报登的啊、哦，这个是我人在法国，我在巴黎，好、哦，我想这个地标各位应该清楚，好，我头拄啊各位讲，咱台湾足奇怪，我里面事局呢也过数个诈骗，连环拢高中高中毕业，哄骗的大家都识数跟无数，想无呢，做钱才这管呢，头壳怎啊想呢？好，叫咱台湾这边物件拢看广告，我头拄啊甲你讲，我也有甲广告，百外个拢用新闻在甲讲，你唔捌看到我广告，谢教官拢新闻在讲。好，那我跟各位讲呢，高雄清大电台伊个广告安怎？伊讲查甫人免食药啊，免注射，绝对无副作用。伊讲2000块，我互你变大变粗，听了你甲寄2000块去。厂商价钱放大进来，你讲免食药啊，免注射，这个药你换较大无？那我搁错无？赞哦 ，OK。那么一开始教官火的问我，等一下跟各位讲哈、哦。好，我现在很简单的先问各位了哈、哦。我先问在座各位，您所开车的人有这个无？您所塞车的人车底有这个无？今天来中心新村找开车的举手，好放下。你们开车的人知道这个放在哪里 ？OK， 各位教官跟你讲了，你用思考一下。警察去现场处理起来，大概是事故啦，路面哦，道路变形，叫这个物件大家拢看好到。好，那无变形哦，你要提着这个物件，这个人该落车哦。伊在开车就落车，行来后边，后道很贵，伊在找这个三脚架。我说过，大家用西方话咧欺骗教官，今日路边咧提物件。今天记住教官讲的这句话，不管你在任何道路发生什么状况，记住我的这句话，绝对不能背对车流。你知道吗？绝对不能背对车流，你的背绝对不能背对车流。好，这个东西呢，它一年造成多少人伤亡？我们看每一件案例哈，各位。国道下车摆故障标，男子遭后车追撞死亡。前往中山高北上桃园往新北交界，往后做白黄警告标志的时候，这台车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国道上三辆车追撞停在内侧车道。这时候民众在自己车上看了看，也走到后方准备摆放警示标志，没想到下一秒突然被后车追撞，当场惨死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也才上个星期，那个驾驶就是在黑漆漆地方拿个手机，说荧幕上有光亮。就现在他讲的这个哈，是目前台湾伤亡率最高的。台湾做侪人，我年年讲我有手机，啊手机有更更安嘞。你实际去车上看，车速100的速度来到跨的烈血的流量，啊，这个常常造成人命的死亡哈。这明灰呀灰，结果后面车子追撞上来两条人命，而如今这也是两条人命，这还没有任何的警示。第一个驾驶的说法是说车子坏了，车厢打不开，所以他那个三角牌他也没有办法摆。不过国道警察说了，那个驾驶恐怕还是得面临刑事责任。好，各位，下面两块里面很重要哈、哦。但今天台湾什么不多，台湾的高速公路有国一、国三、国五。旁的有2号、4号、6号、8号、10号，那你快速道路台61西滨快路、中彰、中投台65、台64，规大堆快速道路，大家车底有手机啊？即摆来看一下哪个叮咚一个红灯，卡车到人呛着，稍微碰撞一下，这两个人刚刚哎，你来甲我卡车，已经动来要找你，你来甲我，他要跟你讲话，他要往后走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你要往前走。哪里都可以站哦，两部车中间这一块区域打死不能站哦。
对，到我甲各位提醒哦，欢迎嘛，咱协人会吼，去沿用咱的是不是啊？别丢，沿用咱的别丢。不管什么状况，两台车中间一旁绝对袂使夹，因为警察你处理太济啦，听到砰一声啦，叫我啦，连跳的机会都无，连要走的机会都无啦。这个你现在看哦，这个是催眠你加钱，好，这个我不建议他要断腿。现在叫我来拽卡撞外板，好，各位你看得很清楚哦。这台车本来是咱小阿 A 的俩，慢慢好个哦，规慢慢好好哦，也无安怎。哦，但是迄个危险当时来唔知，但来的时阵，头早好好一支慢慢，一支球衣拢烂掉了。这支慢慢烂烂的，迄两双脚吼，在骨头拢碎了。啊，我再给各位看一个画面哦，这是从公路警察巡逻车拍下来。啊，你再来看规样多。手上时，画面全黑，接下来就只听到车底粉碎的声音。刚刚那三个人呢？救护人员怕4:33，中山高南向300米。这台大车违规哦，这台大车，警察站落来就靠边停啊。靠边一停的时阵哦，警察顺着这个停到这，啊，警察几车无来，所以伊嘛几8公里处，当时两名员警拦停超载的货车，就把巡逻车停在货车前方，三个人就站在两车中间。这时后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往右偏移，撞上护栏，接着再往前追撞违规大货车，把货车跟警车一路往前推移17公尺。这个只有一秒，三条命不见了，两个警察，然后所有的同仁站在队部的门前，任务结束。今天攻击，明天忘记，我绝对不骗你。好，那么只有一秒，砰一声那秒，连那条机会都无了。所以教官要提醒各位，我们今天的演讲的主题叫避开危险，怎么样？降低风险。有没有学到？有没有学到两部车中间不能站？交代恁囝，你一个囡仔甲生到这大，伊不能带阿个同学去垦丁。去倒位佚佗？咱台湾人的习惯就是安尼，即摆跑完也好，输大也好，落来就开始讲话啊，讲讲就起来，两台车撞啊，砰一声，叫我来对啊。所以我今仔日处理我去现场处理五件，我看的是悲剧，但是我处理到50件，我看到的叫数据，是50个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到问题，我们怎么解决？各位，我刚刚讲的这就是三脚架。它造成什么问题？这个叫故障反光，对不对？它叫故障反光标志。各位，它是反光，它没发光。这是我们电话把球体插过回来反光。好，第一个它的体积大。你再详细想想，我们的安装路在这，我们的椅子在这，这个三角架如果放在这，这人没办法塞车。把放在隔壁桌，很难坐车。把放在后面，后面人也难坐车。所以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熬到，对不？我们怎么解决？我们看到问题，我们怎么解决？它叫故障反光。好，教官哥哥讲，我到法国拿两个金牌。我讲第一个哈，物件绝对不是设计一个功能，东西绝对不要设计一个功能，我们设计4个功能整合在一个东西。刚刚讲的这个三脚架，因为体积大，那你还公路你家，那你医院你家，所以便宜好到。哎，你要提着这个物件，你哪一点还落车，走去后边，这就是不一样。那这一次呢是教官设计的，那么我们的方向盘在这里，我们的椅子在这里，把它拿到椅子下，横的长度这样子不会占领空间。再来，我们4个车门这里都有个置物槽，有没有？这里放得下。好，我先跟你讲第一个功能，这个杯，这米家不来了，这个杯啊，这个杯，它就是一个行动电源，会当我们充平板、充手机，这个杯就是一个行动电源。这个是强力磁铁，这个是蛇管，蛇管也是。你怎么弯怎么折，它就会跟着走啊。这是强力磁铁，为什么我要设计强力磁铁？因为让你车更棒，让你车的出电嘛更棒，车嘛更棒，让你刮嘛更棒，所以你们树林的时候才能刮紧。好，刚讲的第一个功能是行动电源，再按这里按键在这里按第一下。第一个功能是照明，那跟你那里一样啊，那车下来总是有的点位，哦，因为咱车电吹明，然后咱电那到得上。第一个是大的照明，再按第二个小照明。
头拄仔一届七粒，即摆倒一粒，哦，咱七粒会当倒两工，有人去山顶农业来树立帐篷，有无？哦，还是厝的天边来树立厝的。好，再来，全台湾开车的人，他的眼睛只对两个颜色有感觉，哪两个颜色？这两个。哎，全台湾三千人，伊的目睭敢若对这两色有感觉，其他色伊拢无感觉。我头拄仔甲各位讲嘛，你咧赛车，寒冬路伫遮，伊也伫遮，气氛伫伊啊啦。万一你的车若是抛锚、事故、破裂，唔好落车，先甲电话里摇倒，他们电动按盖来，甲你的车撑起来，对触电安尼输的，触电输的喎，向后边，你所有后边的车，敢若看到这两色，统一动作，油门放掉，动啊走。我袂甲你骗啦，我早干唔知呀，台湾人的特性。好，那么各位，我到法国巴黎呢，我住苗栗嘛，我现在住苗栗哈。那刚刚张奇燕有讲嘛哈，苗栗的县长现在是谁？那张是去年109年1月6号，那么县长颁给我的，他说我在巴黎国际花莲展拿什么牌？金牌哈。那么苗栗县长请我到县政府，这个是徐耀昌，这就是这一支灯。那么苗栗县政府现在用公家的经费采购。管建部的公务箱，伊也刚放一支。好，那么我去年在法国得奖了以后，巴黎的警方把它列为标配。巴黎的警方就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谢教官，这支阿拉爱把你 copy 无？”恁想呢？阿拉爱是单个 copy 啊。我讲无要紧，讲黑尾鱼甲吴郭鱼差哩多，差哩太多，所以一秒就知影，对不？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，教官，你跟各位讲，我先跟你讲一个现实哈。这个是电池，那边放在车底，车底是足烧的，高温的环境，热的锂电池最怕的是温度，它会爆炸，它会起火，所以我们做了防爆处理，高温防爆这样。这个上大的缺点是袂害，袂害，怎么摔、怎么敲、怎么打、怎么高温它不会爆。好，再来，你即摆伫南投落大雨，结果你车破裂了，啊，你就该输了，像安尼输你输电。啊！我好在落雨是伫地下面，咧单大吊车嘛，对不？啊，这个有咧难破无？好，电子的东西要不要做防水 ？OK。啊，不只是防水，它叫耐米防水。我给各位看媒体都有的报道哈，什么叫做耐米防水？是这个。台湾的团队在中国大陆怎么打拼的呢？最新的超耐米防，超耐米防水导电。它不止防水，它还能够导电。防水导电技术，台湾团队独有。好，各位，这个是灯泡，这个是电线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要拿金鱼？一个鱼不会骗人啊。我们把灯点亮，等那电话够，然后用来聚电。各位可以看得到，灯在亮，灯在亮，鱼在游。好，等那赶快来够，通电。鱼一样在游，我们再把它拿起来，再把它转上去，锁上去，好，灯一样在亮，鱼一样在游。好，这个插头延长线我们做处理，这个一并丢进来。哇，延长线在家，您到位了，我是给你模糊啊，你也得看意义啊。啊，那么交给各位知道呢，这个东西是我在法国巴黎得奖，那么日常生活就用得到。结果去年有很多人拿我这支插电的背包带白沙粉妈祖去进香哦，暗时在走的时候吼，那天很趣味的，那天去到一个朋友，他们用三台车去吃饭，餐厅门口喷冷水，刚才他带有一支他放在旗子放在那里，放在后面挡风玻璃有没有，咱车后面挡风玻璃跟放到一起，结果一吃饱出来，那两台都开关，一台没到几个，我说你这支帮我赚一个人赚我持回票价。好，那么这块刚给各位看呢，这个啊、哦，那么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是去年的清明节啊，古历的清明，2020年4月5号，清明的刚四月初五，这台是辩论，这台拿300万，等你加一回目，塞下皮的皮，还有苦皮哦，赶快靠边停。12:30的时候，皮了伊，好，4月5号12:30，
你的名靠边停啊，我按快转。差不多十二点三十分，进入几分？三十二分哦，进入那三十二分两分间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从一段新闻我们看到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简单的想，专台湾，专台湾，有多一个单元两分间的当高一点 ？OK， 一个很简单的，这台币才三百，去年的签名，所以网络上很多人说，你来看那个子孙奖有好。但前面一天收一台真的有做事，哇！收一台真的啦，咱拢收纸号的呀。那么教官在法国得奖了以后，制作人，哦，那么他说一定，我一定要来上他节目。这个节目你们看过没有？是，如果你在路上突然发现，哎，怎么有车子火烧车，大家觉得很恐怖，对不对？而火烧车的原因可能有些，例如说，可能你自己车子零件太不牢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就是破窗的部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嘉宾有跟各位讲，那么这个电视台叫 TVBS， 这个节目叫做地球黄金线，他都介绍新车，他是专门为了我用这台飞机啊吐这台火车、哦、很多的交通事故、哦、那种碰撞的时候车门变形，那车门变形你知道车门打不开吗？我一赶快就是赶快火窗、嗯，因为那么一碰撞的时候火烧，那不赶快的话，可能很快就变成。那按道理说是从内破窗了，不过现在因为我们要拍摄的角度问题，我们从外面，对不对？是一样。那这个设计呢？它这是破窗器。教官来大力。哦，好，各位，我打的是正中央，我是故意打中央的。那你坐游览车电脑前，讲一下叫你喊倒位，喊四个噶。但是你拢塞轿车，你不是塞游览车。好，那么我这次的设计是打哪里破哪里。好，那我刚才讲，我不是只有一个功能，我一定要整合。各位，这个物件它整合就是功能的事，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。你们的手机就是这样子，你手机啊，录几条照相机啊，你敢买个买照相机？你手机啊，录几条卫星导啊，你敢买个买米哦，还是加明个数字玻璃？所以是不是一支手机啊，拢给你灌起来，对吧？这个东西，第一个，车门打不开。我刚才有讲了，警方在处理车祸，十件有八件打不开，因为弄了就变形啊。尤其咱即摆你看西边即摆拢二十一台哦，几台油油哦。咱即摆更不讲讲出破的，弄了了就变形啊，唔免弄啊，干那卡卡砸到，可能门都拍袂开啊。车门就变形啊。好，如果车门变形，你用简单的思考逻辑，你绝对不可能从车门出来的，所以一定要破窗。再来拔起来，这个地方割安全带，滑进了安全带，这个地方割安全带。好，这个破窗你们看得很清楚，我现在给各位看安全带。哦，你看这样子破窗有没有？好，我觉得还蛮有。好，各位看到这个断面啊，这个安全带这个断面叫编织带。各位，我们车子不管我们的国产车、进口车，咱所谓安全带拢用编织的，所以一台车塞十米。你要换过五粒百电，你要换过十条链，但是无人换过这条安全带，靠人塞到这条钢链，哦，它是已经在中途了。所以我甲各位讲哦，你们记得准备剪刀、美工刀，看在扶手箱，把你必要选你今天挂掉，你找造的机会，你找保命的机会。好，再来，我给各位看呢，当天录影的时候，我找一个女孩子，好，因为女生也可以，我连把你的手来示范非常强。我请他喷他的手哈，喷他的手。你要用什么？你要拿你的手来示范吗？这样会太危险，陈小姐。然后再然后他为什么放毛巾？那你代表毛巾在这里哈。然后这个是我有喷，我喷了没有？我们先讲好哦，这个是绝对是专业示范，千万不要模仿，千万不要模仿。很多人你身上都知道要具备，但是你一定要感觉是什么温温的而已，不影响，不会影响啊，它是完全车用，它这都是无毒的。
花明展拿金牌。好，各位看得很清楚。那么我让各位知道，就是说，恭喜来，那几世人高边命哦，两件事，第一个叫大事，你的朋友帮不了你忙；那第二个叫小事，你不需要他来帮忙，你搞些评论什么？最厉害的人在没事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发生之前，在没事。那么，如果在没有事可以告诉你的，那个叫贵人，贵人。但是那个人先做就多了贵人，还能多了贵人。包括我的话，我刚讲的，你看得很清楚。我这个节目录完 ，TVBS 接公司，接公司登记团购。我一路刷三个摄影师，本来在换摄影机，就好奇的走来搞钱。伊讲教官，我自己能不能测？我说可以啊。伊家己专业修，伊家培会提来修。我讲你级别较好，我拄下这，就像刚这个样，这已经练掉了，这已经练掉了。我的电视一千个三度的拢这，这个叫聚酯纤维。伊咱即卖衫行料啊，哦。你以前我的衫，我脱过你，你那是棉的。这个聚酯纤维都了修的，塑化的，像还还在那晾的，面对晾的，贵贵好贵。那刚刚那个呢？刚刚这个喷呢？在这里，刚喷的已经够久了吧？好，我简单再一下。再拿一个新的出来啊，新的一样，只要接触到一点点热就好，一点点热这样，起啊，一点点热就起啊。那这个刚刚喷的，这刚刚喷的那个，到现在还在，各位帮忙迅速降温，好。那么，待会给各位看好。这个是香港的警务处主任，啊，好，哪里有火往哪里灭。那么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，我要去巴黎之前烧掉了圣母院，所以整个法国的评审眼睛都亮了。那么那时候香港有一个活动叫反送中，每一个礼拜都丢汽油弹，所以香港的警方找我。那我之后直接让他直接撤。那么台湾看到一个现象啊，我们台湾看到一个现象，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我用简单的给各位看啊，让各位能够理解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很高的比例叫干粉，干粉，干粉只要喷了以后有温度，它会再复燃。它已经洗了，但是有一点温度的话。赶到现场的警消人员见状，赶紧拿灭火器协助扑灭火势，但尽管干粉不断往车。这台车多少钱？这台车多少钱？600万。这台是内湖东岸店，东岸店倒位，交通警察站在边仔咧指挥交通，相信无一个比伊较紧哩。警察站在边仔咧指挥，当看下呢，头一个动作，相信你早餐店拖三支灭火器。冲在门口撞，撞到最后就来个修理，爸爸个修理。上傻依旧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将火势扑灭。这起事件发生在2号下午5点多，台北市内湖科技园区旁，突然发生火烧车事故，目击者吓坏了。对，他已经烧进了那个灭火器，嗯，刚开始，对，后来发现怎么样？发现怎么样？发现就没有用了。而且，广东一带人百万，即卖即台九百几万吼，游览车，伫阿里山吼，阿边广东摩擦倒位。车上乘客赶紧逃命。啊，目前伊阁倒位起来吼，袂落去。凤凰这车还有两支还袂用啦。这个司机吼，即台伊的车，我喊的吼，九百几万，听到凤凰阁两支还袂用，欢喜甲出走。但头发才转四支啊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
司机。你两机还没用？车上包含司机、领队一共41人，及时逃出，但浓烟还是串个不停。司机也赶紧拿出灭火器冲上前。